大家好，我是全哥，全家就是你家，全哥就是你哥的全哥 ，OK。今天是礼拜六早上，好久没有飞手执机了，带大家来飞一下手执机。这个是手执机三重大树下飞场的现况，树有点茂密哈，不过遮荫还蛮刚好的。风东南风变东风，有点大。好，还是不错，我们试试看。好久没有飞了，防疫期间大家还是戴好口罩，就算在户外 ，OK， 遵守防疫规则。Let's go。先打开遥控器。这个我用的是 OpenTX FR Sky 的 Q7 哈。这个拨这个摇杆是起飞跟平飞模式。放一下电，充电池。充电。哦，嘟嘟嘟哎，有叫声。注意，有在动。升降，好，应该 OK。看得出来风有点大哦，没关系。还算可以，今天没有带压舱键，那就保守一点飞，测试一下它的飞行。首先先平抛，先用平飞模式平抛，好，还可以。59米。Okay.